跟他们去抢那个，你就站在他旁边而已啊。调酒这件事情对我们调酒师来说是很开心，因为我们可以去分享我们所知道的，或者说新鲜的事物给客人，这才是真正我会热爱酒的初衷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人生就是一半苦，你要多放松心情，苦当然分享除了三斤，没有三斤嘛。棒。Yeah.